星出生的恭喜孝良精彩圆领军的新女团 The Seraphim 出道以来话题十足。13日他们在 KBS 的音乐节目 Music Bank 夺下一位，没想到却爆发买榜争议。原来本周他们的对手是国民度超高的 Troll 歌手林英雄。孝良在三天内突破百万张音源，成绩也稳居冠军宝座，两项成绩都比 The Seraphim 好，却因为放送次数被打成零分，错失冠军宝座。而放送次数指的是歌曲在电台和电视台被播放的次数，也是一项经纪公司很有操作空间的项目。然而粉丝查证林英雄的歌曲并不是完全没有播放过，到底怎么会零分，要求电视台方面给个说法，公开计算方式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妈妈为了林英雄第一次追音乐放送，看到没得第一名失望到没心情做饭。而得了第一的 The Seraphim 不只因为成绩争议被嘲，在演唱安可舞台时糟糕的表现也让网友傻眼，几乎是史上最烂的安可现场，从第一句开始就不在音准上，差点听不出是同一首歌。这很酸，公司买了个一位，反而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多悲剧啊。